走吧，姥姥拉着你去。去吧。不去。我姥那有个地瓜。嗯。地瓜在炕上，我给你拿个炕过来。热乎啊。我这里行行。开车去吧，顶上还有二舅家东西呢，莫奇拉回来的。我们在路上还没到的时候，二舅们就给俺们打电话说中午让上那儿去吃饭去，做好饭了。他跟着我二舅，走吧。上了，走着去吧。你再说一遍，两个票要多少？还挺会找地儿啊，那嘎、避风啊。小鸡儿刚下完蛋呢，啾啾啾的。妞，二舅吗？花开的，连个叶都没有。你进来就赏花。你会赏花吗？不会，我会浇花，那可弄死。你离得远点儿呢。看，还有热菜呢。还有二舅们炖鱼了。上哪上？炖火饭去了。火饭太什么菜？哈哈哈哈哈！咱俩给他换点酒。你看啥？鱼啊，我香的好过年了，这还开点花呢？你看你二舅们，来把口水擦一擦。我二舅知道你愿意吃鱼，你一来了就炖鱼，你有面吧？哎，哇，这个花确实好看。你给我补回来了吗？这玩意儿过年给补回来了吗？这不咋的？你过年没补好啊？给你补回来了。我把衣服脱了，我这塞着塞缝，打开绑了。肩就控不住。是可以。拿了筷子。筷子碗都拿了。那两盘这么多废炮，你这俩开的，我那两盘早废炮。哎，还整一口？不是，你尝一下葡萄酒。他不行，他开车。你尝尝也行。那上减啥肥？减肥？减肥？那衣裳都扣不上扣，该吃吃的肥，爱咋吃咋。换呗，我说吧。这贵族就是冬天的过年。这是啥菜？不是鸡。那个是那个。这九号。九号啊。嗯。这饭好成多，多吃点啥多？吃饭，我多吃点菜。啊、嗯，这么多的？嗯，就这样的。做绝菜，吃的好不？我都看撑着了也。哎呀，这一顿吃的饱饱的，吃的好不？必须。香不香？香，哎呦我天，给我都吃香子了，动不了了。那个鱼好吃，
是吧？啥都好吃，鸡肝也好吃，肥肠也好吃，在桌子光顾吃了，都没拍着视频。